刚开工不多久，花生已经被饥饿打败。啊，我想睡觉。想早点完成任务的王健，埋头锄完了一整块地，而好朋友花生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俩是一起去的，但是呢，结果不在了。我整整一个人给那一片子地锄完了，我一个人。花生，我跟你搁这干啥呢？其实我有时候挺烦花生的，一天天活都不干，干的就像臭老娘们似的，能吃的比谁都多。那你在睡觉？刚才我一个人出的。你没叫我呀？我以为你要上来的。好伤心，连我最好的朋友都这样子凶我。而这样的责骂却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那不好铲，那把手铲哈咧。这好铲，我喜欢这么铲。啊，手都酸了。耶，有不锄地的时候吗？有不干活的时候吗？那咱们农村的人了。老就是个干活。花生啊，过来干嘛？我做活你抓，我不抓了。不会干，你叫我干啥啊？叫我干来干过，玩这个游戏。干活干活，一直干，把我弄成个神经病。我跟你讲，不想干不干呗，干不动你自己干啊。都是来变形的，就不能好好的坚持一下？今天不想干，明天不想干，谁给你干那么多活？我觉得好郁闷啊，今天太不顺了。